吗？一包五十啊！等一下，等马记得老师，你怎么这边？嗯，政务龙，政务龙就讲。哎，政务龙，坑龙坑，这下。哎，下雨没？没有覆盖吧？老师有覆盖，把马拿到覆盖啊。罗宇已经考表，罗宇很难要注意。我现在因为哈、那个现行的状态，现在没有其他电锯。那为了安全呢、啊？你的安全，案件的安全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进上铐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日前接获情资，指称以绰号阿耀为首之贩毒集团，平日在云嘉地区贩卖第三级毒品咖啡包。经分析比对相关资料后，确认贩卖毒品事证明确，即组成专案小组着手侦办。经查，绰号阿耀男子即为郑贤，郑贤平日为政府成员，因新冠肺炎疫情严峻。出政府工作降低，见贩卖毒品咖啡包有利可图，遂铤而走险，伙同政府在线成员共同贩卖毒品咖啡包。案经搜证后，发现郑贤等人欲交易大量毒品，专案小组人员随即拦下，跟监郑贤所驾驶之车辆，见时机成熟，配合云林当地警方，于本月四号二十时在左六地区。将郑贤等人查缉到案，并于现场查获毒品咖啡包将近六百包，重量2700公克，及行动电话等证物。全案调查相关事证后，将郑贤及张贤等二人依违反毒品危害之条例罪嫌，分别移请云林地检署以及云林地方法院侦办，并建请羁押。